地狱般的孤岛，而他和苏静还有没有再相见的那一天？快点，跟上！走，我们跟上，别磨蹭，快走，快走！ 需要见典狱长，向他提出严正的申诉。等一等，太君，等一等，他要找死了。谁？我要见你们最高长官。你要见典狱长？对。 这里是月亮岛，除了服从，你们没有选择。谁说我没有这个权利？不管我有，他们都有。我们是平民，凭什么抓我们？放我们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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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！放我们出去！ 蹲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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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！我要见你们典狱长。我再说一遍，蹲下！我也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要见典狱长。 再说一遍，我要见典狱长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难道想造反吗？典狱长，我们不是想造反，我想跟你公平的谈谈。我说你脑子坏了吧？ 刚来月亮岛的时候，本典狱长说的话，大耳旁风全给忘了吗？我们不是罪犯，我们是平民，你不能抓我们来做工，这是违反国际法的。<笑>你傻呀？这什么地方？这是月亮岛，这是你们的地狱，在这个地方，你和我论长论短的，说什么放你们回去，还说什么国际法？ 他是什么？他在我们这里就是一张废纸，一张废纸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你们嘴里口口声声说的东亚共荣，就是赤裸裸的伪装，就是赤裸裸的侵略。嘿嘿嘿，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强硬的侵略。你要明白，在月亮岛上谁最大？ 我是老大，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，必须让你的思想和行为马上改变。来吧！
按照行刑顺序。刺头，不如一枪毙了他。不，我要把这个零八零好好的留起来，成为我的试验品。试验品？属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你不用明白，照我的话去做，好好的折磨他，直到他屈服为止。嗯。嘿，你请这里，进去。快点，快点！嗯，进去。北兵，跟上！快进去！快点，都跟上！八哥，进去！快点，你这边，你到那边，全部快点！后面的跟上！快快的，快进去，都进去！进去，快点，进去，进去。你们快点进去。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要惹麻烦？我看见了。看见了？对，我看见了。你的眼睛能看出来别人说什么话？我懂唇语。什么语？唇语？这是嘛玩意儿？我只要看到你的嘴皮子动，不用听见，就能知道你说了什么。哦，嘿，这好啊！啊！啊！零八零，还记得国际法的条款吗？你们违反国际法，虐待无辜平民，看来零八零对我们刚才使用的小玩意不满意。那咱们就好好的伺候伺候他，我倒要看看他的承受能力有多强。我秦道夫的女儿，嗨！
按你们的说法，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下十八层地狱。十八层地狱里有十八种刑罚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我这里有十九种。你想好了，是精神的屈服，还是肉体的灭亡？小日本，你们这帮畜生，你们都是一帮畜生，你们会遭天谴，你们会被千刀万剐，你们会遭雷劈。这帮狗日的小鬼子太他妈狠了，再这么折磨下去他撑不了多久了。那是十八层的地狱啊，他已经挨过十二层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是第一批被抓到这个地方来的，像这样的惨叫声我不知道听到过多少回了。以前的人啊，最多熬过三层，不是死了就是怂了，像这样一层一层熬过来的还是第一个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这小子看上去像个书呆子，没想到这骨头比文天祥还硬。哼，你一个小偷还知道文天祥呢？废话，戏词上都有啊，大英雄文天祥谁不知道，率军秦王领兵抗元，文天祥那是这个。哎，哥们儿，你叫什么呀？我没名字。哎，这这是典狱长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。去，把青山玉衣叫过来。啊，对了，青山玉衣他旧病复发，不在。就没有别的玉衣了吗？长芒雅子还在。去，把他叫过来。还。怎么没动静了？我看呐，八成是活不了了。张院长。哦，苏老师啊，请您再去找一下娘维，我现在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，我真的等不了。苏老师，你先不要心急，娘维将军答应过我，如果刘墨阳老师在他们手里，他会第一时间命令放人的。可是我现在就是很担心，我怕万一……哎呀，苏老师，你就尽管放心吧，日本人现在虽然不可信，但是我们医学院对他们来讲还是有利用价值的，这个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好。听说青山玉衣病得很严重。是的，很严重，刚刚把他送到岛外去做手术。现在你已经是御医了，快点检查一下。嗨。
怎么样，死了吗？他还活着。太好了。但他的生命体征非常虚弱，恐怕也活不了多长时间。这是典狱长的试验品，你必须把他救活。属下明白，属下一定全力把他救活，但是恐怕无力回天。你必须把他救活了，不然你和他一起死。这种药用在囚犯身上是违反禁令的，可如果救不活他，我就得死。上帝保佑，帮我救活他。来，搭把手啊！哎，来，帮过来啊！哎，好，帮我抬一下。快点，快点啊！行行行，走走走，下边松了吗？哎，大佐阁下，这放哪儿啊？往高了放，往那边放。哎，来来来，哎好，下边接着啊！哎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请笑纳。大弟兄们，去喝喝茶。志文君，你才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好最好的朋友啊！那当然，肯定是好朋友，你说是吧？这年头啊，兵荒马乱的，做生意不容易，有钱大家一起赚嘛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要死！啊，对了，大佐阁下，皇军这是要把这些原料运往江对面那个叫月亮岛的荒废小岛啊？哎，志文君。不该问的事，你最好别问，免得惹火上身呢。啊，还来把这边的，行啊，慢走啊，大佐阁下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，动作快点。啊，给他送那边去。哎哎，哎，快看，那边有个死人飘过来了。啊，哪儿呢？哎，那儿呢，快瞅瞅，快快快，过来过来。是那个，真是，哎，真是那个。哎呦，太惨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哎，这年头有个死人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快点干活去，快去，走，干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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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把那搬过去，哎。青妹，青妹，找到刘某阳了。他在哪儿？你先冷静点，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。我的工人发现了，在江里面已经跑了好几天了，跟他失踪的时间是一致的。我也看了，那身材跟他的一样。不会的。你也别太伤心了。我已经安排人把他给埋起来了。埋了。鸭子医生，他真的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去叫人来抬走尸体，送医学院当标本。他是典狱长的试验品，你必须把他救活。
鸭子医生，请让一下。嗯，等等，我想再确认一下。 永天君不会因为一个中国囚犯而让自己人陪葬，不过是说说而已，不会当真的，让他们抬走吧。可是我已经给他注射了。药物生效，需要点时间，请再给我几分钟好吗？好吧，那就再给你几分钟。 活了，我把这个人救活了，我马上去报告典狱长，你们千万不要动他。嗨，典狱长，这个人真是拧得很，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无法让他屈服。废物，连个中国人都搞不明白吗？是去。 你把他叫来，看我怎么搞他。去啊！典狱长，他太虚弱了。报告典狱长，080号活过来了。活过来了。对。那好，那就由你来负责他的肉体，至于灵魂嘛，我来管好了。 队长，喂，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一个人从生到死，又从死到生的过程中。 他的灵魂将会受到彻底的洗礼，我现在特别想听听，你这死而复生的真实感慨。你是想听我说真话吗？嗯，那你靠过来。你的声音非常的微弱。 但是我知道你会说心里话，我呢会用心的倾听。啊！日本人，比我混蛋，把给他加料，野猪肉。 也许你们还不知道，本典狱长不仅是个屠夫，而且还是一个大和民族最优秀的、无与伦比的厨师。
我要让你们看一看我的绝技。我把这门绝技起名叫炎灼肉。等你们看完了本典狱长的这道烹饪，你们一定会对我大和民族的想象力感到无比的钦佩。下雪。嗨，医学证明，活人被炎子熟透的最长时间是一个星期，而带严重外伤的肉体绝对熬不过三天三夜。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这块臭猪肉要腌透的话需要多长时间。你不吃，给我吃吧。我还要留着我这条命，回去看看我媳妇儿到底给我生的儿子还是女儿。我得想办法逃出去。逃出去？那要看你这个脑子是不是铁打的。如果是肉长，那就只有一个结果，头破血流，力荐阎王。别怪我跟你泼冷水啊。去。你是否愿意这位女人成为你的妻子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阿娇，阿娇。
请司令官放心，月亮岛的劳工生产进展十分顺利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我们足以保障前线将领的军需补给。嗨，我是典狱长叶天君。嘿，请将军明示，总部司令。 对月亮岛的生产效率十分满意，但是对劳工人数的名单很是担忧啊！照这样下去，劳工不断的减少，必定会影响到月亮岛的生产效率。你马上做出一个整改方案，改变以往用肉体折磨以达到精神折磨的手段，必须做些安抚工作。一再使用暴力手段，必定会影响劳工的情绪，这样就会造成越狱现象的出现。你要记住。 这样的话就违背了我们建立月亮岛的初衷。叶天君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生产出前线将士需要的军需补给，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哎。
属下一定执行命令，我一定努力改善管理，将生产搞上去。要必须做好安抚工作，遏制住月亮岛劳工人数的减少。嘿。那人呢？典狱长，看看臭猪肉熟了没有。嘿。